光明出生以前，大地上充斥着黑暗。人类天生害怕黑暗，在光明无法抵达的阴霾之地，涌动着令人恐惧的存在。夏冬青，我有一个秘密，我的眼睛能看见鬼。我叫赵丽，灵魂摆渡人。你人不错，我们交个朋友吧。爱奇艺 Chillax 系列版 Variety 档的在。